啊，你咧讲迄个飞龙山吼，较早发个人哪样道理？你看迄个气候变化，你去变化嘛，啊，无得啊，那我都顺啦。找着飞龙山的地址啊！啊，你哪会这么大方？这座机会好得，天马里面何迅达去找宜轩，何云龙两单都有。飞龙山的地址是迅达出的，你敢知影为什么我决定要甲你讲出真相？因为我真介意。杜伟伟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几年开开，今天耍到乱，你到底？你怎么就对我来？赶紧来！我不，你当心！小心！什么？我现在找飞龙山，我想要拜托你帮我做好些物件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牛爸。哥，你是小三的对啊啦！曹启明啊，算没办了。啊，曹启明的，没啊，这电话是老天哦，我是这里哦。这飞龙山哦，真正的。这种病无难，只有通过伊的考验，伊才会愿意甲咱斗相共。这个囡